你是怎样啊？他另一百嘞？他吃我一百块哎。嗨，大家好看。嗨。哎，有没有看到我剪了个新发型啊？还蛮帅的吧？你看这侧面，可以完美。自己说。对，就是自己说，我们要有自信。其实我们今天呢是要去做一件我们正在筹备的一个秘密的事情，但是在做那件事情之前呢，我跟六一要准备先来家乐福买一个中秋礼盒去他们家，因为我们六一呢昨天非常贴心哦，昨天礼拜日他还特别啊带了好几袋东西，然后来我家就是走一个中秋节的仪式，然后送了我家人一个礼盒，然后还有我一个饮料，然后我爸妈的黑咖啡，还有我们家侄子的一个小养乐多。整个超多超丰盛的，所以我今天决定要来回礼一下。因为我这样子才要回礼。不是，就是中秋节的习俗。哦。因为你有送我，我就要送你嘛。哦。对。我没送你，就不要送我了。会再想一下。因为六一的家人呢，平常就是有小酌一杯的习惯，所以我就想说啊，如果我们从酒类这个地方下手的话，肯定正中下怀。嗯。会吗？下怀。就是有一种对到他们的意的那种感觉。哦。这是六一给我的提示啊。对啊，应该是可以的。那我们现在来逛神仙居干嘛？就是等你录开头啊。我们现在要去拿我们的东西了，我们其实刚刚已经挑好了，只是我们想要再确保有没有更多好的东西再去逛一下。好了，我们后来没有看到，然后带你们看我们要什么，就在这里。买这个。讲讲。我是这一位啦，因为他有送杯子，然后又是金色的。很有一种中秋节的感觉，因为它是金色的吗？对啊。其实我觉得它包装很好看的。对啊，很短版啊。我哥和我妈一人一个。会喜欢？你觉得会喜欢？一人一个杯子啊。哦。虽然我家也是有杯子啊，不过这个酒配这个杯子应该会更对味道。哦，其实它拿出来的杯子跟一般杯子是一模一样的吧？对啊。哪有？它上面有小鸟啦。哦。老鹰啦。哦。好啦，就这个了。好，我们决定了。我们千挑万选，终于挑到一个黄金的酒杯。好，去决战，我好饿哦。好，我们要去吃东西了。你们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东西，可以在下面留言，让我们其他观众知道，平常中秋节可以送什么东西？然后我好想吃烤肉哦。想吃烤肉的女子。等一下我们先去结完账，结完账之后先去做一个蛮重要的事情，然后做完那件事情之后就可以去吃晚餐了。耶。Yeah。好，那我们事不宜迟，结账。拜拜。我们现在呢来到了，这叫什么名字啊？证件快照。对。对，我们要来做一件我们正在筹备、秘密进行的一件事情。是的。这件事情呢，我们还是先没有打算要跟你们讲。我们想要等到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呢，已经确定好了，才要跟你们说我们到底在准备什么。对。那我们会来到这个机器的前面呢，很明显我们要来拍一个证件照。那证件照呢，可以用在什么地方？你们可以自己想一下。等一下可以比这样子吗？不行，拍证没有拍证件照还要这样哎，露出我的眉毛，然后稍微这样微笑这样。可以露齿吗？可以啊，他说露一点牙齿啊 ，OK 的啊。OK。好，我们就直接拍吧。哦，我第一次用这种机器拍。真的、哦？不然不是给相馆拍的？对啊，就是去给人家，然后用那个咔咔咔的那种，隔几天再拿。对啊，那我方便。太慢了。好了，我先看一下多少钱。这个怎么弄啊？我要坐进来是吗？我怎么觉得你会雷到？你们觉得他等下会拍到好看的吗？请使用三角形按键。这个蛮好。美肌照200元。哦，美肌照200元，我一定要用这个。价格后，再按下绿色决定的按键。等一下，我先选好。等一下哦。确定。请依照荧幕显示。哎，要投钱哦。拍摄金额。200块，拍一个证件照，还帮你付美肌。对，不用美肌150，这个人。有美肌的强迫症。对，这我皮肤太差了，不行。来付钱。抱歉。那有规定，这个100元要朝外。这还有说明书。对啊，我就说它可以露牙齿。不露牙齿啊，抱歉。乱交。好，来来来，你等下会拍进来哦。那我就跟你一起啊，我就假装当拍大头贴吧。这块开了我200块，你投入100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等一下你是有没有被退出来啊？
他要吃我100块哎，好扯哦！哇哇，这是怎样啊？他另100嘞？他吃我100块哎，蛋嘞！就是两张投进去，然后但是他的屏幕上面只显示说只有100块，然后现在时间到了，所以他就退两个50块的硬币给我，但是还有原本的那100块没有。太扯了吧！这种事都没有遇到。我刚投了，我刚还好，我录影，我明明就投了200块，然后荧幕只有显示100。对。就他现在处理方法就是，他要在礼拜三再寄钱到我的地址。所以我现在没办法拿到我的100块。哦，很烦哎。没关系啦，一种经验嘛。而且我告诉你们，所以如果以后钱有被卡住的话，就是拨打他们的服务专线。到了吗？现在我要再来投一次钱，如果他再洗我，我就把这台砸烂。你会被分哦。哎，很烦哎。没关系啦，再让你选择一次。这种随时都被我遇到哦。究竟这次会不会又被吃钱勒？先投250，一定要把我钱录好哦。我很气哦。50。100了。很烦哎。那个钱的方向要对哦，100元要朝外哦。有了，好了，我要拍照了，拍完再跟你们说。现在很气哦，眉毛要用好哦。现在我就是在等他拍照中，不知道还会拍成圆的扁的。我觉得他大学的证件照还蛮帅的哦。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？我们现在来看他的脚脚好了。哇，好帅的脚哦！你们平常会不会来拍这种东西啊？我是都是拍这种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取件比较快，比较不用像一般的相馆要等太久。哦，对了，我在这里还有看到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，就是它的照片电子档可下载至手机，连到 WiFi， 然后开启扫描下载，然后你的电子档呢就出来了。我要哪一个证件照尺寸啊？那你的刘海怎么变成？好热，超热的。我应该要第一个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护照啊，他就写护照啦。啊，你干嘛讲出来？还有身份证啊，还有台胞证啊。哈哈。按下三角形按键选择。那可以吗？大爆汗。热死！我是一个很容易流汗的人。我也是。然后很容易脾气不好。对呀、啊。太好了，好丑、喔。证件照怎么都那么丑啊？有美肌到吗？哎、欸，我看一下，你们有觉得有美肌到吗？有吧，还蛮帅的啊！你看我皮肤好就是这么帅，难怪我老天叫我皮肤差。很像有点道理哦，但是好像没有修饰脸型的作用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我刚在里面，他说要叫我对红点，我就觉得我的脸是歪的。你们可以看一下，你看我嘴巴是往上翘一点，就是我每次在剪头发跟我在对焦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我的嘴巴好像有一边是歪的，是有点中风的前兆。对。不是啦，你不说对吗？好啦，我们就这样啦。今天呢，就是要来做这个开头，有个秘密行动的开头。我们在后面的影片呢，可能都会慢慢的穿插一些我们在准备这件事情的过程。你们可以看到后面，然后就稍微联想一下，把所有事情串在一起，你可能就会发现说，哎、欸，哦，我知道你们要干嘛，就有这种感觉。你觉得我们会被猜到吗？我觉得100%一定会被猜到啊！你都讲那么多了。没有，我们现在只来拍这个而已啊！啊，我们就是先来准备一下事情。好，就是这样啦，简单拍片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中秋节快乐。